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贵。我们今天挑战这个关卡比较长的，有18关的魔镜派对。那我们这次打算用解放过毒龙队来挑战一下，而且我自己还塞了一只毒龙，所以我的血量暴增到6万多，非常的可怕。好，这是爱丽丝的故事，那红心女王跟爱丽丝的故事。好，那这一队的话。初始的血量就有3万哦，然后搭配血量两倍，就变成了6万多，非常可怕的血量。那攻击力的话，解放毒龙就 3.5 倍了，然后随意接龙好像是2倍嘛，那跟那个新珠补血补趴数的血量，所以这对攻击力其实还不错，然后回血量当然是 OK 啊，而且我们有6万滴，所以。非常的耐打，非常的好用。好，那中间的关卡其实还蛮不太特别，不会太难。那这边我们就用两倍速的快速把它打过去。那队员的话差不多就放这些吧，觉得好像好像蛮固定的，好像想不到什么其他比较好的选择啊。这边可能需要一些转心，所以带两只转心。那再多带一只毒龙可以增伤或是补血。你知道现在的毒龙补血是龙类的生命力 1.5 倍，那我们的普通血量是3万，所以补血量的 1.5 倍，生命力的 1.5 倍就是4万5。我们光看一招技能就可以补4万5，欸，所以很耐用啊，可以转心，然后又可以直接补血，所以非常的轻松啊。好，那第五关这边有一个越战越强的，这边还是建议先把它解决掉比较好一点。好，那血量大概只有40几万，所以还好。那因为我们血量这么多，所以即使它越战越强，现在也没有骷髅头，现在也打不死我们哦。它的伤害最高会增加到4万多。那只要我们满血的话，其实它还是打不死我们的，非常的耐打。好，那就还是先把它解决掉好了。好，剩下的就轻松啦，风化珠，轻松。好，那这次的关卡中呢，好像没有灵魂石哦。这次关卡中全部都是敌人，全部都是大只的敌人。嗯，刚刚就出现一大堆那个红心女王副本里面的一些小也不算小怪，就是可以打到的副本卡。然后接下来还有这个精灵石，因为它这个跟爱丽丝跟那个红心女王的故事也是有相关的，哦，所以相关的角色通通在这里一次出现了，真的是魔镜派对，大家都在这里出现，开 party 吗？好，那这个的话就慢慢打吧，黑白富士很讨厌，眼花了。好，接下来这一关就没什么特别了，是两只龙牙旗。就轻松把他们解决掉吧。那这次的关卡呢，我觉得会需要一些高回复力，因为后面有一些趴盾啊，或是什么心转心盾的，需要心珠才有攻击伤害的，有一些要撑一下回合数，所以一些耐久更新队，然后那个谁啊，倒满队。之类的好像还可以，还蛮不错的，可以试试看。那我们这边先用毒龙队来挑战看看好了，我觉得毒龙队应该也 OK， 对，因为它高血量就是一个更新的效果，然后高回复力，所以应该还蛮不错的。好，那这边虽然是虚伪符石啦，就是各种符石会转换，不过没差，就全部消，通通消一消，随便打。好，哎呦，刚刚也没有记什么颜色转成什么颜色了。好，哇，转那么多啊，哇，没关系，轻松解决。再来第九关啊，是温奇女巫，她是温号珠就还好啦，就尽量消吧。那我们的血量真的是很耐打，不消新珠的话，被打个四五下都没问题，而且。我们血量越少，我们的补血量越高，对，因为它的补血是看生命的比例的，
所以呢，我们最好可以把它血量撑到低一点，然后再一次补满，这样可以比较省心珠哦，怕会卡心。那卡心也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两只可以转心珠的，所以很轻松啦这一对。好，再来是第十关了，爱丽丝，记得母亲曾经说过，好好保护妹妹。好，爱丽丝的母亲是谁啊？不晓得是谁，是红心女王吗？还是那是阿姨？爱丽丝的妈妈，不晓得她的故事有没有完整的出现嘞？还是要等之后的副本才会出现呢？嗯，好，那这一只的话。CD 还蛮长的，然后它是会转水珠，好，也没什么特别的啦，转水珠，轻轻松松。那我们这一队的主力伤害其实是木属性，两只毒龙，然后一只异界龙。毒龙的伤害其实还蛮高的，有1800左右吧。好，再来遇到越战越强的胆小狮，那这边有可能会遇到另外一只是那个托托。就一只光，一只暗，那技能都一样，所以好像没什么差别啦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可以血量很多，所以大概可以先把它打到大概血量一半左右。如果它血量剩 60% 的话，它的伤害是16000。那如果剩 40% 的话，伤害会变到34000。所以大概打到50% 的话，攻击大概有20000多。20000多的话，应该就可以了，应该就差不多可以把它解决了。好，那这边可能要开一下暗龙使，然后跟水龙使。那稍微存了一下暗珠，有两组暗珠应该够。两组暗珠都消到的话，伤害应该是没问题。结果把 combo 转掉了，哇，结果碰到三组，天降一组。那平均是500000，总共打了300万。那其实他血量只有150万而已，所以好像一开始就开技能好像也 OK， 也是可以直接把它解决掉，只是按住要存一下，存个2-3组会比较痛一点。好，再来这关是陶乐斯，陶乐斯的话是超级防御，就是那个血量 40% 以上，那把它秒掉的话它会复活。所以我们必须把血量打到 40% 以下，然后再慢慢把它打死。不然它复活之后呢，攻击力会增加2倍。它原本攻击力是10000，而且 CD 是1，所以有点讨厌。所以我们还是小心翼翼的把它打到一半以下。那刚刚用惯了2倍速，然后这边用正常的速度来打的时候，就感觉变成慢动作嘞。好，平常用快速度转，然后现在在转的时候就感觉时间停止了，时间变得好慢，然后就变得好多时间可以看到转出的路径的感觉。好，应该就是那个人类的习惯力吧，习惯那个速度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以那个速度来转出。好。OK， 所以平常用那个月狼啊，日月狼，1.5秒转珠训练你的那个转珠速度，然后再用一般的队友，你就觉得转珠时间变得好长哦，时间整个停止了一样，就可以慢慢转了。好，那再来解决之后呢，这边的龙牙旗它召唤小怪，那这边尽量按珠转全体的话，就可以一次把两只小怪解决。那这边暗珠没有很多，没关系。我们被他们同时攻击，其实还是不会死哦。两只小兵攻击力只有6000，然后中间的打10000，所以总共加起来也16000，再加上平常的扣血10%也才20000多，所以安心，非常的安心。那这边趁中间 CD 2的时候转个全体，然后剩下就一回合的时间可以输出了。好，那中间那只血量不多，只有50几万，所以这边稍微打一下应该 OK。好，打一下19万，一组暗珠只打了19万。好，没关系，再打个2-3次就可以解决掉了。这边或是也可以先把一只小怪解决掉，
然后之后等他 CD 又变成两回合的时候，再把另外一只解决掉，这样也 OK， 这样就不用存五颗暗珠了，这样就消两颗，然后剩下就可以暗珠就可以存起来。哦，那这边还是只有五颗欸，没办法消两组。好，这样伤害还是差一点点，对吧？之后还要再打一下。这边也是安心，然后技能就在这边把它存回来吧。我的水龙石技能没有练到满，所以CD 是14，还蛮长的。不过还好我们这一堆也是就慢慢打。好，解决之后呢，再来是阿里巴巴。那知道真相的爱丽丝愤怒了，和蔼的母亲有了那样的计划，然后把匕首刺进母亲的胸膛，她笑了，她发现她可以保护妹妹了。那但是母亲慈爱的形象印在妹妹的心中，所以妹妹会恨她吧。那后来爱丽丝就离开了，啊，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的感觉，好像有什么隐情的样子。他妈妈到底有什么计划呢？是什么人体炼成计划吗？不晓得，他没有说。好，那这边的阿里巴巴呢，会隐身，然后会攻击。那攻击之后呢，会封锁所有的技能四回合。这边其实我应该在隐身前先转一下新珠的，就现在新珠剩两颗，有点危险。那攻击。一定是 CD， 然后打13000。那13000的话，再加上我们的平常扣血，大概会打20000，将近20000。哦，好，19000。那这边还好有多一颗新珠，只多一颗。好，那我这边尽量多消一点，然后要记得消新珠。好，我们这边血量是那么少，那消一组新珠可以补18000，哇，几乎补得回来耶。combo 数再拉高一点，好像没有用，因为我们这边血量好像是固定的，我们的补血量是固定的，所以拉高 combo 数应该是不会增加补血量嘛。好，我们只有三颗，然后技能还是被封锁，所以这边有点小危险。好，补血量，好像有多一点点补19000。好，那combo数好像还是有用多消一下。6 combo， 7 combo， 19000，好像有多一点点。好，那总算撑过来了。